我叫王鑫，今年9岁了。我为大家表演的节目是诗朗诵《妈妈，我对你说》。诗朗诵《妈妈，我对你说》。浪花，哪一朵能忘记大河？雨滴，哪一颗能忘记云朵？妈妈，我对你说，是你给我生命，教我认识生活，是你领我走路，教我学会思索。你是辽阔大地，我是一株稼禾，你是无际天空，我是小星一颗，你是浩荡大海，我是一道浪波，我是属于你的，有了你才能前进和开拓。流水哪一条能如你壮阔？高山哪一座能如你巍峨？妈妈，我对你说，我是一粒沙石，愿把这道路铺设。我是一只春鸟，要将理想讴歌。我有一对翅膀，一翼是知识，一翼是体魄。我有两只眼睛，既诵真善美，又斥假丑恶。我有一颗心啊，永远属于你，永远属于祖国。我叫